今天是多拉公园热气球游玩项目的开幕日，感谢各位来捧场。不知道坐上热气球是什么感觉，要是能体验一下就好了。是啊，飞往天空是人类最浪漫的梦想。你好，阿斗。你们好啊，霍霍龙守卫队。你来得真早，阿斗。小静，你们也是来坐热气球的吗？不是哦，我们是杨伯伯邀请来的嘉宾。杨先生，请。谢谢。尊敬的朋友们，今天我将抽取两名幸运的小观众体验热气球。待会儿念到名字的人麻烦上来一下。这两位幸运儿分别是阿石和小阮。运气真差。小静，你能帮我找一下阿石和小阮吗？我记得小镇没这个名字的人。那我先看看。杨伯伯。阿斗和小轩在吗？现在的小孩子太喜欢起生僻字的名字了。切，明明就是自己说错了。我在，哟吼！孩子们，请注意安全哦。上去后，请不要随意跳动啊。知道了。小飞，你在干嘛？这里可不能玩躲猫猫哦。我总觉得这东西不太靠谱，还不如电梯来的安全。不用怕。你不是飞龙吗？真有危险你就飞上来救我们就好了。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。知道了，我只是开玩笑啦。起飞喽。哇，从天上看公园的风景太漂亮了，我感觉自己飞起来了。小飞，你别担心哦。热气球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游玩项目，一般来说是很安全的。好吧，可能是因为我当消防员的习惯，看到有火的东西就想浇灭它。你要是浇灭了热气球上的火焰，那就真的危险了。我们该回去工作了。马上就来。一个香蕉，两个香蕉，幸福能量，一个都没有。注意，前方探测到幸福能量。哟吼，有幸福能量，谁要吃香蕉啊？香蕉兵团。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在睡？快跟我喊出发呀！你们两只大懒猴。让你们尝尝我的臭袜子，好臭！榴莲，好想吃啊！三毛，不许和我抢！臭臭博士来啦！臭臭博士，我们在呢！骗你们的！侯大林，你想干嘛？我的午觉还没睡够呢。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叽叽，看到没？跟我去捣乱吧，前面有幸福能量啊！香蕉兵团出发！叽叽。哇哦！怎么了？小轩，我看到光了。你是不是特摄片看多了？真的是光啊！嘿嘿，我们不是光，让我代替香蕉告诉你们，我们是香蕉兵团。叽叽，香蕉兵团，没错。我很讨厌你们的反应，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秋秋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。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
救命啊，热气球失控了。好好享受你们的刺激热气球之旅吧，吉吉。还有你们，吃我一跤！哎呀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捣乱的滋味就是爽。轰轰！龙守卫队，快帮帮我！我们被困在热气球上啊！阿斗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帮你解决困难的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黑猫钢甲启动，快计划四能量在一线分工，让小飞实现和平肩并肩，不怕困难重重艰险，吼吼龙集结守卫，快出手，胜利是守卫战役装备，吼吼一声团结，吼小心世界，吼吼龙能把邪恶化解，应龙消防车退却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面多龙越野车，守卫队为了幸福出列，说成为香蕉兵团的粉丝我就饶了你，亲亲。小猴子很好，待会儿不要哭鼻子，我来守护我的朋友，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！好耶，吼吼龙守卫队来了！闪电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根本就不怕你。我的任务优先是救援，龙机甲形态转换。天龙战侠，哇哦！别干扰我的救援。那可不行，导弹是我们最大的乐趣。糟了，热气球要坠落了！只要阻止缠着你，你的速度就发挥不出来了，看你怎么叫。糟糕，燃烧器不受控制了，我关不掉了。热情似火的我来了，龙机甲形态转换，威武龙机甲，嘿，火焰太大，冲不过去了。消防救援让我来，水炮发射，超级水枪冲冲冲，浇灭危险的火焰吧！冲冲冲！好耶！大树要塌下来了，龙机甲形态转换，火龙机甲，小飞，快飞上来救我们呀！都说多少遍了，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。云梯支撑不了多久，你们快跳下来，我会用救援泡泡接住你们。不行，我恐高，我腿软。请相信我。救援泡泡发射，得救了，谢谢你小飞。
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哪有那么容易？那我就把你脱了。香蕉兵团送你们一份触电大礼包，顺便一提，要注意防水安全哦。哎，香蕉女孩漏电了！我们要闻到烤肉味了！我不想从天上烤红啊！好麻呀！小飞，我要听你的话，再也不玩热气球了。其实，什么游玩项目都会有安全隐患。但更重要的是做好防范工作，保障大家的安全。小飞说的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红火龙守卫队和所有工作人员存在的意义。红火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